老公，到底是啥车啊？搞得这么神秘。哎呀，媳妇，你放心，这个车最适合你。是啊，这是专门给女生打造的车，就这个欧拉好猫。这车标看着也不像啥好猫啊。是这样的啊，为了强调保护女生的主题啊，外面的车标设计成凶狠的猫头，但里面那只是很温柔的小猫。啊！还有个小细节，你通电试试。专门为女生研发的带有开机音乐的车机。好，太他妈细节了，那我们做合同吧。好，走。等一下。我闺蜜买的也是欧拉好吗？我叫她过来看一看，总觉得这个车怪怪的。哎，媳妇，不用。再来一个不懂车女生又何妨？这个车好像不是欧拉好猫啊。海哥，赶紧。海哥，为啥我跟你说不像啊？哎呀，媳妇，来来来，我再给你一个惊喜。啥惊喜啊？看。今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，特地给你买了个新的头盔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我还订了烛光晚餐，一会儿我们开着这个新车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赶紧给我们做合同，我马上要走。不是海哥带你吗？海哥呢？同兄放心，我与他不同，定住兄台，不劫飞升。小熊，丹丹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小白。这个不是欧拉好猫吧？不及美女单身了。我喜欢城市的男生。美女，这个车是捷豹 F-Type 2.0T3。不是，我已经看到了，你干什么？哎，媳妇，今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纪念日，那就回家打吧。不能忘记你。